10月30日，香港舞台艺术家詹瑞文领衔女演员向海兰及吴永威在尖沙咀弥敦道出席舞台剧《西春酒店2016》的宣传活动。三人在台上相互打趣，笑声不断，场面热闹搞笑。活动期间，一众演员还在台上跟着詹 Sir 一起跳近期很火的洗脑神曲《PPAP》。一向以优雅贤淑示人的向海兰也在台上跟着詹 Sir 一起跳舞，又摆出火辣 pose， 一起过往形象。他说，其实我也很喜欢看舞台剧，所以在上海的时候我也看了很多，那可能各方面的不同的事情让我自己也可能就开放了一点。对，那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话呢，我是很愿意去接受不一样的事情。而一贯幽默滑稽著称的詹 Sir 也谈起和两位美女同台演出的趣事。一个是亚洲小姐，另外一个是香港小姐嘛，所以我觉得特别高兴，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戏肯定没问题啊，必须做的啊。在受访时，大方开朗的五姑娘更是与记者聊起在剧中自己偷情的戏份。她知道我演了，她也很兴奋，她觉得啊，这次吴永威不要再演上一次的角色做老婆，因为如果她做老婆的话，就不能跟她偷情。所以他说不如这次吴永威挑战另外一个角色跟我们偷情。我知道以后我很开心，因为他就是给我一些功课要做，所以我这一次呢我觉得很挑战。